于十波那也十波我否看到呢我们额头额叶这边有会囊桌的脑雾啊，还有鼻子的呼吸啊，这是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眼部众生所受的果报。我们只要好好的呢专注啊，这里要抠头，这边对额头这边要抠头，对啊，这边鼻子要透过深呼吸啊。好好的呢，透过我们读诵经典，或者是在做每个早上晚上，我们都会做早晚课啊，一定要专注啊，透过平常就好好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，清净啊，面对一切的人事物啊，阿弥陀佛。